君做个好梦吧，神州的守护者。回到独自一人的生活中。
你对记忆的留恋一时，他想要把你永远留在这里。别被迷惑，否则你就永远无法回到现实了。留下来了，这里有你的伙伴，有你的回忆，有你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祈愿你忘掉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自己的人生啊！你这个叛徒！真是千钧一发。编码的分析已经开始了，感谢你提供的帮助。怎么了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……好好休息一下吧，我的朋友。你只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Thank you.